钟宪超外线的三分，内线刘恒毅拿下两分，2-2打平。张宁漂亮，钟宪超传出来，孙晨俊隔筐而出，造成张宁的犯规。good， 很好很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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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样红样。这边 GT， 这边 GT， 造成犯规。张宁两次啊，钟宪超的外线，哎，这个带着演员气质了。两次罚球，注意张宁已经三次犯规。行，哎，这 team 现在4-2领先。投篮未果啊，慢点慢点，走走走走走。固定的一记，目前比分7-2。第一个主场第一场比赛，其实多多少少大家心里边还是有压力，有这个主场的这个包袱，想赢怕输的这个思想。哎。出现了，换人换人换人，哎，你换个大东西，换个大东西。调整调整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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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漂亮，刘恒毅就是个蓝领，而且表现得非常的顽强。他的进攻和篮板和防守都比较有侵略性。昨天讲的打这边啊，打这边。这边给到张宁，这边给到张宁，打内线，哎。打内线，哎 ，easy， 滑呀滑呀滑呀，钟宪超给了外线，又是三分的机会，三分的机会，换人换人换人，黄玲黄玲，换下毛毛龙，哎，黄队请求换人。我们到5分钟之内，你们就我就喊换人啊，5分钟马上就换啊。好，准备。打一打一，知道怎么打吗？Thank you.
钟建超。传到内线没有机会，刘恒毅给到外边，孙晨俊又传到钟建超，漂亮，两分拿下，11-7。张宁突内线的跳投，没事没事，防守防守。小顾有点慌啊，孙晨俊，孙晨俊三分命中，14-7。张宁 easy， 23号张宁，张宁打二哥这边打，在这边打好，你左手往突破传球好。在我看来，他们那边只有一个张宁，剩下的感觉还是我们那边厉害。换人，来，我们换人。防守很好，他一直用右手，所以你就记得，可是你防守的很好很好。这 team 换上了一个全新的阵容，一直用三个人换是比较好，因为当你要换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队的默契就会变，那我可能就三个人都一起换。上来就是一记三分，隔筐而出，张宁抢到篮板。篮板抢到内线，刚才郭宏毅是很可惜啊，场上的2米以上的球员，所以刚才的那一球应该是无效的。其实我们这条规则不过分，你看我们也受到了一定的很大的影响啊。是 J Team 的球权，王振平上进面对郭宏毅，哎，谁防王振平？王振平一会儿谁防？你防。现在比分还是16-9。张宁，哎，别犯规啊，张宁，穿过，哎，篮板，给到底线，来篮板，篮板还是被 J Team 抢到，杨鑫，篮板，外线的三分没能投中，换人，上，龙骑士请求换人。打的有点死，张宁，等一会儿，就是你打一号，你就可以再耐心一点，不用直接打他，再耐心一点，然后看机会。龙骑士也是换上了一个全新的阵容，黄子恒、祝明镇，还有我们的孙思瑶、王真平、杨鑫，3秒钟，老板。再抢就抢不着，孙思瑶，这球还抢不着啊！杨鑫，5秒钟的时间，强行出手，时间先到。哎，打三。你们可以都换，你跟他们讲都换，防守。小柱上中间打三，你下中间，孙思瑶打三，你给他背掩护，看看能不能打出来啊，他们啊，看执行力怎么样。